现在我来到的现场是黄楼，这个黄楼就是它是比较中国那个风味的。刚刚我听那个我们的介绍啊，展场的小姐讲说她在那个上面。所以习品店就是，那因为今天这个展览场在电脑展的旁边啊，过来这边都是一些企业的相关杂物，一些都有珠宝的。那我。